路口，然后这边有分 A 那个 A 路口跟 B 路口，然后这边都是登山的路线，然后我刚刚是从上面是从这边下来这样子，哎，跟大家讲一下。然后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幼幼班的啊，就是建议你现在就是从松树顶这边往上走这样子。